请多多。Hello，Hello，哇，好帅！来，有请，请坐，请坐，请多多，请坐。来，先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小炭火们，还有我们的各位宝宝们来打个招呼好吗？大家好，我是苏氏电动牙刷的代言人谭建赐，非常开心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哇，欢迎欢迎，多多多多你好！哎，我们的小炭火们都已经久等了呢，他们都很非常非常想在我们的直播间见到多多，那终于见到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激动的心情啊？欢迎各位可以在弹幕当中啊，多多都能看到你们的弹幕哦。哎啊，我们现在呢就跟多多来聊一聊最近的情况嘛。那我们都知道多多最近都很忙哦，我们每周六都能在节目上看到你，而且呢给我们带来很多一些精彩的舞台呀、还有好看的节目。那除了节目，最近都在忙着拍戏是吗？是，最近正在。在马不停蹄的拍摄新剧《长相思》，然后现在也快接近尾声了，快接近尾声了，那就是说明我们的新作品也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对吗？是是是，那当然还有一个作品叫《你安全吗》哇，也是即将要跟大家见面的。哇，我相信大家都很激动，也很期待。那聊到拍戏，我们都知道，像多多这样哈、平时拍戏啊、上节目，经常都会啊全国各地的飞。那像多多，你一般在出行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一定必须带在身上的呢？每次出差，行李箱必须要腾出一个地方，肯定是要放我各种洗漱包的。洗漱包，对，当然还有电动牙刷，对吧？还有我们的速食猫爪刷，还有像水杯啊等等这些东西。平时都会带上，就日常的一个口腔护理呀、还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洗护都是很重要的啊。那其实我们的速食的猫爪电动牙刷呢，也是多多非常喜欢的啊，平时都会带在身边。那其实它不仅能够清洁，它还有一个这个强大的功能，就是我们有一个消毒盒。所以想问一下多多，平时你带上我们速食的猫爪刷的时候，还会带上它的消毒盒吗？一定要带，一定要带，必须要带，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是跟别的牙刷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放在任何地方，在家里啊，或者是在酒店里啊，或者是在外面，我觉得都不会担心你的刷头会脏掉。对，多多说到这个重点了啊。那因为我们的猫爪牙刷不仅能够清洁，同时呢它还可以自动的消灭菌菌，自带的消毒盒呢还可以是壁挂收纳，对不对？家里面应该也有放吧？当然，而且我现在家里面是家里面放一个，然后酒店放一个，剧组放一个。哇，真的是到处都是可以用到，对不对？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而且我知道多多你应该也发现了我们的这个速食的猫爪电动牙刷，它的这个续航。续航非常的久，对，非常久，它很让你省心。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我们下直播，我们各位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啊，那千万不要走开。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会和多多一起探索生活当中的小浪漫。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谭建赐亲笔签名礼盒、复古吹风机七夕礼盒，以及 S5 剃须刀七夕礼盒、W2 微笑冲雅戏宠粉红包免单大奖等超多福利等待各位啊，一口气都念不完了。那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积极的跟我们的互动点赞。那为了欢迎多多到来呢，我们一会儿马上就要发红包了，这样我们后台先准备一下啊。因为发红包的时候跟你们说，提前跟你们说啊，那我们的红包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30分钟时效，所以各位抢到红包的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领完，赶紧下单哦。好了，那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有介绍到多多今天是作为我们的速食猫系浪漫研究员来探索生活当中的小浪漫，好浪漫的词啊。那在这之前，我想替大家问一下多多，那你觉得作为一名合格的猫系男友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得像猫。像猫还有呢？哦，那我觉得猫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细心啊，比较温柔，然后又能够第一时间能够察觉到对方的情绪变化，然后还比较灵活，又比较可爱啊，不对，还有什么？能逗你开心这样的。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怎么说呢？差不多，有一点点了，有一点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遇到事情，比如说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比较冷静，对吧？会比较理性，然后又让你感觉很有安全感。哇，有安全感，所以好想拥有一个猫系男友哦。那想问一下多多，你有养过猫吗？小时候有养过，小时候养过一只波斯猫。波斯猫啊，很可爱的。对。但是我有跟。之前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宠爱》？里面我是跟一只猫在演戏。哇，就跟猫咪合作。对对对。那不愧是我们的猫系代言人啊！那这样吧，说到这里，我们就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好。来考验一下多多的浪漫值。
好呀。哎，怎么样？没问题，是不是？好。好，这个游戏叫做《告白密语大挑战》，也就是我会给多多一些小小的提示，然后你来猜一下，哎，这是哪一句告白语？有没有问题？好，尽量吧。尽量吧，好，来给多多打个气啊！我们各位直播间的各位小汤狗们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弹幕当中啊，如果你觉得多多可能会回答不出来，哎，你们可以提示一下，好不好？好了，来，我下面呢就。我的手里就已经拿到了我们这个告白语了啊！来，我先让多多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告白语。这是什么？这个好像稍微有一点不是很好理解，对不对？N55IW。哎，来，我给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还有我们的小汤宝们来看一下。多多马上就开始看，哎，有没有告诉我答案的？我们的网络稍微有点延迟，我们等一下。N55W。嗯，有没有？我们可以发散一下思维，可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更加不一样。来。多多，你可以发散一下。N55W。你要不要拿着？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它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提示一下，不同的角度啊，或者不同的一个方向啊。后面没有，看前面就可以了。N55W。有人猜到吗？快点，肯定是你的小炭火啊！已经、他们有提示了，哇，他们都猜到了，哇，你们好厉害啊！来，多多将小炭火们的正确答案说出来吧。发现了没有 ？I miss you。哇，我觉得你们都好厉害啊！多多是自己看出来，是因为看他的提示，然后想到。怎么说呢？就是在我马上想的时候，给我看到他们的提示，憋不下去了，他们提示的。哇，我觉得给我们的各位多多的粉丝们打个 call 好不 好？谢谢你们，你们真的好棒哈、啊！那当然，我觉得所以是 I miss you。对，我觉得你的时间可能有点短，如果再给你点时间，你可能就能看到 I miss you， 对不对？来，我们给大家来个镜头，可以看一下。I miss you 可以这么写哦，哇，也可以这么写哦，哇，恭喜多多第一关过关，太激动了。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还有一道题啊，还有一道题，这个都是有点脑筋急转弯的感觉。好，多多做好准备，套路来套路。好嘞，下面这个叫什么呢？叫西柚。西柚，没错，它是西柚。然后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 see you， I see you， I see you， I see 什么 you， 这是几个 you， I see you， 1 I see you two， I want to see you， 哇，好棒啊，哎呀，原来来是考我英语来了呀，这是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有一点转弯的感觉啊，这个转的都转十八万了都。啊，但多多已经回答出来了，非常棒。这个他们就没有猜出来。哎，这个对啊，有人他在你后面回答出来的，大概想到这个地方，然后突然看到你说了 I want to see you， 哇，是这也是这种很浪漫的告白语，有没有发现？好，那接下来有一个啊，接下来有一个，来，我这边有一个小道具啊，什么小助手会拿小道具？哎，这个是什么？速式电动猫爪刷。哎，那下面呢，我要用它演示一个动作，然后多多你看一下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好不好？来，我们这个猫爪刷呢，它是这么用的啊，打开来，然后我们这个是平时多多喜欢用的我们的猫爪刷在这里，然后回家以后挂壁式，对不对？回家以后把它放这儿，哎，关上，这个是个什么动作？挂起来，然后我们做告白一点、浪漫一点的这种。甜蜜的一点，这个应该怎么说？挂，挂起来还能跟浪漫挂钩呢？可能跟另外一种语言有关，一种方言，一种方言有关。想没想到？我挂住你呀！哇塞，我觉得多多真的好聪明啊！哎，广东话也不错哦。哎，没错，就是广东话。怎么说来着？教我一下。挂住你。挂住你。是不是广东的朋友？是不是？好了，那又能送礼又能表白，真的是一举两得。所以直播间宝宝们，赶紧学一下哦，赶紧拿小本本记录一下。哎，我们这边是干嘛？是在放烟火是吗？应该是我们的小炭火在放烟火。哇，哇，送这么大的礼物，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赶紧关注一下啊！好，来，我们接下来这个看一下啊，我们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下面还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哎。哎，他们，哎，我挂住你吐。这个是什么？哎，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猫在一起。哎，还有感受进化。哇，答对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七夕的主题，猫在一起。那我们知道，在广东话里面，猫在一起呢，就是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意思啊。怎么说来着？
猫系一齐。啊，猫系一齐。猫系一齐。哎，对吧？蛮标准的啊，来，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意思就是符合我们的七夕节了。好，这个就是两猫在一起。好了，那我们的嘟嘟真的是太厉害了，全部猜对。那既然挑战成功，那我们将解锁我们的粉丝福利，来，各位宝宝们啊，我们恭喜嘟嘟。那这样，我们一会儿会截取三位幸运的粉丝宝宝，我们会送出的是啊嘟嘟的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套装和相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哇，这个就是刚才都在后台直接签的，对不对？是的。哎，这个是嘟嘟的这个亲笔签名的啊，这样的一个明信片。而且我刚才关注了一下，后面还是我们的小炭火们给嘟嘟写的一些心里话哦。哇。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你可以看一看哦。好了，还有这个啊相册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啊明信片放在我们的相册里边，好好的保存。哇，真的，我发现。很走心，宿舍真的很浪漫。对，很浪漫，对不对？所以为了迎合我们这次的主题，好，来，各位宝宝们，非常简单，一定要关注我们，并且点击我们左上角黄色小星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各位加入粉丝团，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啊评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评论的一个截屏当中。来，现在我们请各位小炭火啊，各位宝宝们，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主题：多多同款猫爪刷。来，各位。多多同款猫爪刷在我们的弹幕当中打出，那一会儿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送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份礼物啊！哇，这真是你们去搜集他们写的话，对他们来对像我们太有心了，告诉我们的想对你说的一些话。哇，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的摸索，总有一天你也一定可以打开那盏灯，你会清楚的看到自己的位置，也让所有人看到你，起飞吧！浪漫吗？怎么样？暖心吗？真的有被暖到，被暖到了。这个可以多多后面可以好好保存，我可以给你送出一套，都是他们写的。好的，快给他们抽奖，快让他们抽奖。好，我来给你保存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先保存好。好，那接下来时间这样，我们看一下大家都已经打出了这个多多同款猫爪刷了。那这样吧，那我和多多就配合一下啊。那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大家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才会有我们的这个粉丝灯牌，有灯牌的宝宝，我们才可以抽中它。那一会儿呢，多多你来喊三二一，然后我来截屏，我们前三位有灯牌的宝宝，我们就送出，好吗？好。来，多多准备好了吗？考我英语，那我就用英语来说三二一。可以。算还中文吧，三二一，好，来，我已经截到了啊，我来看一下，来，那就这三位吧，好不好？这三位有灯牌的，他们来多多帮我们来念出他的名字好吗？哪三位？哎，这三位，一二三，多多多做自己，哇，好贴心啊！好的，那我圈出我们这三位幸运的粉丝宝宝啊，恭喜你们获得多多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和啊这个相册啊，明信片套装和相册，恭喜你们！好了，那没有拿到的不要紧，我们后面还会有更多的福利啊。那下面呢，我们这几位宝宝呢，记得一定要将你的这个付款订单，今天一定要下订单的宝宝，然后截图，然后手机号、收件地址告诉我们的在线客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在此恭喜你们，恭喜！好了。那马上就到七夕了，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刚才多多的几种告白方式，加一点小心思，我们就会发现浪漫加倍，无处不在。好了，那其实这次七夕我们宿舍还跟插画师出了这个联名的限定礼盒，有很浪漫的寓意哦。那这样我们就在这里，对对对，多多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拿一个这个绿色的，好，我拿一个这个粉色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联名限定礼盒。哎，你看一下，哎，这两幅插画有没有什么含义？一个是白天，一个是晚上。哇，看来你提前看了，对不对？我刚刚看到的。刚刚看到的，哎，发现他们的场景都差不多，你可以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吗？都有什么呢？应该是这个是我拿到这个，应该是一个清晨，然后，画面呢很浪漫，有情侣，一对情侣，还有猫。然后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爱就是想早晚和你猫在一起。哎，我这里也有，就爱就是想早晚跟你猫。但是我觉得最有心的，最让我感觉到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底下有一个这个送给我的什么什么，就可以，你可以自己往上面写。对，就可以 DIY。就比如说送给我的小炭火，就写上。哇，好浪漫，对不对？哎，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非常走心的一个地方哈。那它可以让你自己 DIY 你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在这里呢可以写上我们对方的昵称，也可以发现哎，真的是还蛮会的，所以很适合在这个七夕呢送给你在意的那个他，对不对？好了，那当然大家也可以亲手参与到我们的七夕礼物的制作当中，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用心。好了，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大家可以将我们的这个屏幕点赞刷起来。哎，
那今天多多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来签一个礼盒？我们想在直播间，我们要准备五份送给大家。那这样吧，因为我们今天在刚刚在台下，其实多多已经帮我们签了几个嘛。那我们还留一个，是为了让多多在直播间帮我们签的，好不好？好啊。好，那这样一会儿好不好？是吧？那我在想，我签完以后，他们底下再写个什么，送给我的谁？也可以啊，送给我的自己。这样吧，多多，你在这里签上你的名字，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写送给我的小炭火，怎么样？啊，也可以啊，是不是可以？啊，也可以啊。好的，那我们这个是好，最后吧，那我们就留到最后，好，好吧？我们小炭火们也记得，然后提醒一下我们，怕忘记哈。最后给大家签下我们的这五份礼盒，然后会在直播间送给我们的各位小炭火们。好了，那不知道哪些幸运的宝宝可以获得多多的这一份七夕礼物呢？那稍后我们待会儿就跟大家来揭晓，所以各位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好了。那其实多多，我觉得这款我们的这个限定礼盒，其实它不仅仅在这个情侣之间可以用，你还会把它送给谁呢？朋友啊，朋友，然后父母啊，我反正身边想大家都要刷牙嘛，反正对，天天都能用到。对对，这是我觉得是生活的刚需用品，对吧？对，刚需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对对对对对，所以然后我觉得，而且这个。送礼物，你虽然你说你送他一个电动牙刷，确实是很有，很有，还挺有，怎么讲，挺有范儿的。对，就是。然后你又这个牙刷又是很特别，又是猫爪刷，然后你又可以像你可以挂在墙上，又可以消毒。其实我觉得当成礼品去送朋友啊，送家长啊，送亲戚啊，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对，就是很好的一个很走心的礼物，对对对，可以让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看到这一份心意。我还送剧组的同事，送剧组同事，真的是好优秀的多多啊！那我们可以为自己准备这样一份礼物，包括单身的朋友也可以在七夕送给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享受浪漫哈、啊。那今天下单的话呢，我们日常价359元的猫爪刷，不仅可以享受到只需要279即可带回家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的专属福利，同时还可以赠送我们宝宝们啊24个口腔护理周边加墨绿发带加明星小卡片套装。都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小礼物啊，今天下单可以送给各位宝宝们的。那如果购买双只猫爪刷的宝宝们，两个礼盒啊，那我们呢还可以下单只需要538就可以到手两个，那平均每只到手价格只有269啊。那并且我们的赠品呢也是双倍赠送的，而且还额外赠送两个果冻刷头。果冻刷头有什么用？一会儿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啊，是超级划算。这个是今天多多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所以各位宝贝们赶紧下单哦，赶紧下单。好了，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小浪漫哦，要和多多一起跟大家来分享。当然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小炭火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弹幕当中有什么心里话可以跟多多来说的啊。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不经意的浪漫，比如说把对方不经意的一句话放在心上，就能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很温馨很浪漫。想问一下多多，你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这一刻很浪漫？有啊，很多啊。我觉得生活浪漫其实不是有时候不是很刻意的，有时候生活中处处都充满着一些很多的浪漫。比如说有时候我每次站在台上，然后看到我的粉丝们然后在台下看着我，我就跟他们这样近距离接触，我就很觉得很浪漫，就双目对视就已经很浪漫。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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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磕到了谭多多和小炭火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双向奔赴哦。其实我这里有几句话，直播间的宝宝们和多多要不要一起来听一听，看看你们会觉得哪一句话是最浪漫的，好不好？我们有三个选项，多多可以选其中一个啊。我们的第一句话叫做想和你一起去看极光，哦，好浪漫。对，第二句话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啊，起床啦，牙膏挤好了，好会啊。第三句是从这里到那里全包下来，哇，这个有点霸道总裁，是不是？好的，那多多，你觉得哪句话是最浪漫的？我会在 A 和 B 之间选，但是我觉得 A 是可以就是。用一个目标性去等到你有一天你们两个要去这样做一次，我觉得是一种很浪漫的事。但是 B 我觉得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就像我刚刚说的，日常生活中无意之间坚持下来的东西，它变得很浪漫，就是早上晚上它都会有个这样的一个小细节的陪伴。对，包括我觉得刚刚看到炭火们给我写的信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事情啊。因为现在是我们的接收的这个信息很多，时代很快，然后大家还能沉下来写信，我觉得就是
本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对，就是它能非常走到你的心底里的这种感觉。哎，所以各位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啊，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句话的浪漫啊？对。那大家想不想来享受到多多的一个唤醒福利呢？不过刚才是挤牙膏嘛。啊，我以为是早晚我们一起刷牙。一起刷牙。哦，这也挺浪漫的。那、啊、是真的，让你一起来保护你的口腔健康，对不对？那多多这样吧，能不能给我们小炭火来录一段？来录一段这个起床的这个啊、叫醒的一个铃声，然后让我们小糖果每天都可以听着多多的声音啊，开开心心的起床。嗯，哎，能不能给大家来录两个版本啊？我们来一个猫系男友版，再来一个多多本人版，为我们的宝宝们起来刷牙，来做发挥。那我就用刚刚那个那个。选择 B 那个台那个、那句话吧，好，我觉得挺好。第一个先是猫系男友版、各位现在赶紧录屏，赶紧录屏哈，赶紧录屏来。起床了，牙膏都帮你挤好了，赶快起来。哇，赶快起来刷牙是不是？嗯。啊，好猫啊，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来，多多本人版是什么样子的？起床哦，不是。起来了，快起起来了，快起床了，再不起床要迟到了。哇，刚刚有没有录下来？你们更喜欢哪一种版本的？可以弹幕当中告诉我们好不好？我觉得第二种这种版本有点像那种小时候，然后就是被爸爸妈妈喊起来，赶紧起床了，不再不起床要迟到的那种感觉啊，这才是多多本人，对不对？对，但我觉得猫系的那个。我已经牙膏帮你挤好了，哇，那个真的是很浪漫，就是已经就抵挡不住。但是万一起来发现没有人给挤牙膏怎么办？自己先头天晚上先挤好，挤好第二天。第二天听到多多的声音，赶紧起床，然后哇，多多帮我挤好了牙膏。可以可以可以。好了，各位宝宝们都有没有录屏录音呢？那以后就有多多喊你起床喽。好了，那看出来多多平时对于这个猫系浪漫学是非常有研究的。那最后这样，我们来一波猫系男友终极考验好不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上，我们上演一段情景小剧。现场面对各种情况，我们来猜一下多多这个猫系男友会有如何的表现。来，我们情景剧场 round one。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啊，来，我们把这个手机呢也放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前面，多多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看一看我们的小炭火们都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好不好？好的，来，这样吧，那我们就先我们道具给多多准备好。来，多多，我们这个道具给你准备好。来，因为我们可能要用到它啊。来，我们的第一个场景啊，是清晨起床，女朋友急急忙忙拿洗漱台上的牙刷准备刷牙，哎，不小心弄翻了在台面上的护肤品，非常懊恼。这个时候，猫系男友多多会怎么办呢？嗯，我应该会先安慰他吧，然后再送他一个猫爪刷，告诉他这是素式电动猫爪刷。可以带紫外线消毒的，把它挂在墙上，以后你就不会再打翻你的洗漱台了。哇，好温柔好贴心的猫系男友多多哦。哎，来，我们下一个场景，发现女朋友最近牙龈敏感啊，吃冷热酸甜的食物呢都会有看到她不适的表情，那这个时候多多你会怎么办呢？嗯，那就给你换个刷头吧。好浪漫。告诉你，牙齿在敏感的时期呢，有专门为软毛的刷头来刷牙，然后不敏感的时候呢，专门清洁的时候呢，又有果冻的刷头来刷牙，其实满足你一切需求的一个牙刷。嗯，就是多多手上的这一款我们素式猫爪电动牙刷，满足你们的需求。哎，那早上赶时间上班，女朋友刷牙刷到一半，突然发现哎电动牙刷没电了，这个时候说多多，你来帮助我一下，你会怎么办？那我还拿出素式猫爪刷，告诉他早就帮你准备好了，然后这个续航那么长时间，你就不用担心你的牙刷会没电了。哇，太棒了，我们给多多鼓点掌好不好？那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状况，我们发现在咱们猫系男友身上就会变得迎刃而解，那似乎呢跟他在一起你就再也不会担心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麻烦了，而且是超有安全感的这一种。满分猫系男友的表现，来多多非常棒啊，给多多点掌声。猫爪刷有安全感。哎，说到点子上了。那既然多多已经经过了考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给大家来一波这个实体奖品了啊。那这一轮呢，来，我们多多先把这个我们的猫爪刷先保管一下啊。那我们这一轮呢将给大家送出的是20台 W2 笑脸冲牙器，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哎，这个是我们的笑脸冲牙器，保护我们的这个口腔健康啊，和我们的这个素食一起帮大家来口腔健康。那我们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左上角的福袋啊，并且点击我们上面黄色的小星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就可以参加抽奖。来，宝宝们准备好了吗？来，我们后台小伙伴也可以听我们的口令，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喊三二一，来上福袋啊！来，三二一，来上福袋，来20个啊！我们的这个 W 二笑脸冲牙器，赶紧抢回家哦！好的，那除了我们今天这个实体大奖之外呢，我们还有谭健次专属福利送给大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抽五位幸运的粉丝，获得我们的这个免单机会。免单哎、哦！天哪，没有听错哦！免单，哎，惊不惊喜？哎，这我就不困了啊！太精神了啊！来，大家记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并且在我们的直播间以付款的订单才可以参与当中。所以各位粉丝啊、各位粉丝宝宝，抓紧时间抓入到我们的粉丝团下单啊！那这一轮福利呢，我们将会通过大家的这个评论口令。抽出来我们的评论口令呢，还是多多同款猫爪刷。来，各位宝宝们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弹幕当中打出多多同款猫爪刷，我们将会抽五位幸运的粉丝宝宝来送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免单福利，好不好？免单福利。来，那接下来时间各位，哎，我来看一下你们的弹幕啊，多多同款猫爪刷，赶紧在我们的弹幕当中打出来。哎呀，还在说多多的这个，更多的在说心里话呢。来，现在抽奖多多同款猫爪刷免单，哎，不要就光打多多啊，要多多同款猫爪刷，同时呢一定要是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好不好？好，来，接下来时间来，我们要马上给大家抽出来。哎呦，还在说多多好好照顾自己，好好休息。来，先抽奖啊，一会儿心里话跟我说。好的，来，这样多多准备好了吗？一会儿我们要抽五位哦，抽五位，来，多多同款猫爪刷，来，多多帮我们喊三二一，好，3 2 1，来，五位。好，我来看一下，哎呀，这里只有两位是有多多的粉丝灯牌的，多多帮我们来念一下这两位好吗？哪两位？我帮你划一下好不好？帮你划一下，来，莺莺鸭，谭记饼屋，哎，恭喜这两位粉丝宝宝。好了，那其他没有灯牌的我们可能这一轮就错过了，所以各位赶紧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那我们还有三位，那多多再帮我们截一次屏、好了，来，再帮我们喊一下，再次啊、多多同款猫爪刷，3 2 1。好，我来看一下这一轮，我看看有没有，哎，有没有截到啊，有没有截到，来，我来看一下。好，可能我这个反应稍微有一点迟钝啊，没有关系，我给大家打开一下刚才我的这一款截屏啊。好，我已经截到了这三位啊，这三位。好，我帮多多先划一下吧，看一下。好，这三位宝贝啊，这样我们先念出来吧。这三位，一二三。你一个 YI 韩，嗯，纯色是 Intel 小粉色。嗯，位置还有位置。好，我们恭喜以上三位粉丝宝宝啊，还有我们的刚才两位，就一共是五位粉丝宝宝获得我们的免单机会。那请将你们的付款订单截图还有手机号以及收货地址送到我们的这个啊，发送给我们的在线客服，我们会工作人员跟你们联系喽。再次恭喜你们，赶紧下单免单了啊。那没有中奖的宝宝们不要着急，我们后面呢还有这个，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多多 DIY 了五分素食七夕插画式联名限定礼盒，一会儿我们在后续会签名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对，哎，马上在最后呢会给大家送出，所以呢大家不要着急，哎，赶紧加我们的粉丝团，赶紧关注啊！好了，那素食猫爪电动牙刷呢，真的是超萌的。哎，你看它这个，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它这个按钮啊，给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猫爪刷吧。它的按钮呢是圆润的猫爪按键，就按上去就哦，就像那个猫的那个小肉垫一样，对不对？手掌那个。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就是它有一个非常萌的一个小细节，多多没有看到。这是个耳朵，对啊，对，一个猫耳的一个头箍，真的很像一只猫咪。而且很多粉丝说最爱的就是它的紫外线的消毒盒啊，就是将我们的这个打开，然后将挂上你啊，挂住你啊，挂上，然后把它关上，就可以看到每次关上盖子之后，它就会自动开启五分钟的一个消杀工作啊，每天都能用上这个新的牙刷。是，我觉得这个这一点蛮好的，因为牙刷头，刷头我们每次刷完放那，它就会也不会风干，它就会潮湿嘛，潮湿它就会滋生细菌。对，这个就是它会细菌直接会到我们的口腔里边。对，就这样挺好。嗯，那挂在墙上收纳呢，也不用担心放在台面上啊会很潮湿、体验感可以说是满分了。而且我们还配备了这个果冻刷头和软毛刷两种刷头，续航也是超强哦，充一次电可以续航180天。180天就是一年充两次。
哇，就可以了，所以真的是可以非常方便。嗯，天哪，你觉得它的感觉怎么样？用完以后，那我就真的觉得这个牙刷从颜值啊，嗯，到功能，到它的个性化，到它这个所谓的这种特别的地方，都非常的扛打。尤其你看，续航180天，一年充2次，这个真的是挺厉害。反正我目前我都没有充过，我倒是只是用了很久了，对对对，都没有充过。对对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性价比也是超高，而且呢，自用送人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所以没有下单的宝宝们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的宝宝们，购买日常价359的单只猫爪刷，还可以享受到只需要279就可以带回家的直播间专属福利哦，而且还将优惠赠送各位宝宝们24个口腔护理周边、墨绿发带、明星小卡套等等。那如果想要购买双只猫爪刷的宝宝们，直播间下单只需要538就可以到手啦。那平均每一只到手价只有269哦，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会双倍赠送，还有2只果冻刷头额外送，只有直播间才会有，所以超级划算，对不对？是的。而且还有2种颜色。对啊，我觉得男生肯定会选绿色多一些嘛，女生肯定选那个粉色多一些。对，可以一起用啊。好了，那多多真的好懂啊。那下面时间又到我们今天一会儿要给大家发红包的福利的环节啊，我们后台小伙伴一会儿准备一下，红包上了可以提示我一下，我告诉大家赶紧抢红包，只能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上了是不是？来，各位宝贝们，我们可以在屏幕当中看到啊，我们的红包已经上了，一会儿大家赶紧点击。那我们这个是30分钟的时间，抢到红包一定要赶紧下单啊，不然可能就没用了啊，就赶紧下单。我们才能抢到这样的一个优惠了哈。好了，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份幸运啦。好了，那这么猫里猫气的电动牙刷怎么少得了小猫咪呢？那接下来这样吧，我们和多多做一个跟猫猫有关的小游戏，好不好？好呀。嗯，你紧不紧张？想不到我们会出什么问题考你。擅长，对不对？我擅长的吗？嗯，好。这个游戏呢叫做模仿猫猫大挑战。哎，相信我们每个人手机里面都会有很多跟猫猫有关的一些表情包。你平时喜欢收藏猫的表情包吗？挺喜欢的。嗯，我而且我特别喜欢看小动物的视频。小动物的视频，猫的视频啊，非常可爱的多多。对对对。来，那我手里呢就有几张我们的这个猫猫表情包的图片，也是我平时有的都会用的啊，很熟悉。来，那下面我们就请多多帮我们来模仿猫猫的表情。那如果模仿相似度高的话，还可以给我们的粉丝宝宝啊，给我们的小炭火们解锁另外一波福利哦。来，多多有没有压力？他们说我完全不用模仿。不用模仿，本来就是，对不对？那我猫系男友。那我就这么像猫吗？那。就本色出演一下吧。我难道不像什么狼啊？你想成为什么动物？老虎啊，这种。狼，凶猛一点的，是不是？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在已经在我这里了。啊，好。多多来，这样我先给大家看，然后再给你看，好不好？好。来，我们的第一个，你们觉得多多模仿他有没有问题？什么样的？来，多多，第一个表情。我的天哪！怎么样？这是这个猫做出来的表情吗？它好像有点不太开心。对，而且嘴都是歪的。来，准备好，我数3、2、1，然后就做它的表情，好不好？来，3、2、1，赶紧截图，让他们同框一下，好不好？好，同框一下。来，怎么样？我们看这多多，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你自己的表情，对不对？是不是？像不像？像，对不对？大家觉得像不像？有点难度啊，有点难度啊，还是这么温柔，好可爱啊！赶紧截屏，马上这个新的表情包就来了啊！来，下一个，先给大家看，再给多多看。哎呦，好萌啊！这个有点难度，应该是竖着给大家看。这有点难度啊！来，3、2、1，手都已经派上用场了，对不对？是不是？就很有那种感觉，就很相似的感觉。来，各位有没有截好图？来，下一个。哎，这个表情包我可喜欢用了。来，各位怎么样？多多，你今天穿的跟他也很像。哎，这个好有意思。好，来，3、2、1，赶紧咔咔咔截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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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像啊，怎么办？我觉得从这里看起来就更像，特别像，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好，来，最后一个吧，我们不考那么多了啊，最后一个啊，这个奶萌奶萌的，各位，来，多多粉色出演吧，我觉得你这个怎么有点娇，傲娇，娇柔的感觉，娇柔，还有点那种小傲娇的感觉，是托着腮，是不是？是这个爪子托着腮，来，3、2、1。
各位赶紧结冰，有没有结冰好？哇，太可爱了吧！啊，我觉得多多族这些表情的时候比猫猫还要萌，对不对？不敢比，不敢比。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弹幕当中，我们的小炭火们都已经快招架不住了啊！那这样，既然多多顺利通关，那我们下面呢又要给大家来发放新一波的福利了。哇，又是我们的这个免单大奖哎！那我们各位已经加入到粉丝团的宝宝们，可以赶紧参与进来啊！没有参加的宝宝们，现在大家还来得及啊！没准多多就为你们免单了哈、啊！来，大家抓紧时间下单。那这一轮我们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弹幕还是多多同款猫爪刷，是不是都很简单啊？是。我们每一轮的弹幕都一样，多多同款猫爪刷，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这个免单福利啊！各位现在抓紧时间，赶紧在哎他们是。我刚看他们就发了好多小兔子、小猫什么的，发到我们那个屏幕上。是吗？对，刚才特别在你模仿猫的时候，就它有一个小猫跟你很像，我光顾着模仿猫了。好的，多多同款猫爪刷，大家赶紧在弹幕当中打出来。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会抽出还是五位啊，五位幸运的粉丝宝宝，然后送出免单福利，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哎，没有粉丝牌的，抓紧时间赶紧点一下我们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点哪里啊、哦？我已经关注，我还没有关注，我赶紧关注一下。好，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黄色小星星，黄色小星星点一下，哎，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哎就可以了啊，加入到粉丝团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来有资格来抽出我们这个奖啊。好嘞，多多有没有准备好？我们还是一起给大家来截这个屏，好不好？多多同款猫爪刷，来，三、二、一。就爱心发射，好，我先给大家圈出啊，这里有个名字特别可爱，多多你要不要念一下？哪个？这里你先念前三个吧。多来粪团子、嗯、哎，多来粪团子，下一个弹剑刺你腿毛扎着我笑死了好的，哎呀，李德哎，德德啊，是吧？德德，好，恭喜我们以上三位幸运的粉丝啊！我们这边保存一下。那不应该是猫毛吗？猫毛是吧？多多，你的猫毛扎到我了。好的，这样，那我们刚刚抽中了三位，那还有两位，那我们还请多多帮我们再喊一下三二一，好吗？准备好，各位。来，三、二、一。哎呀，哎呀，这一轮好像大家有些人在发其他的啊，在发其他这个什么抢一号链接啊什么的，多多同款。哎，各位，那这个应该算他吧？他打了好几遍多多同款猫爪刷。哎，这个，我记得了。记得了，那我们就不念了吧？我们就不念了啊！啊，我们这个以多多的名字开头的，后面是睡结尾的。感谢你们，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走心、很贴心、很为多多考虑。好了，来我这边啊，保存一下。好嘞，那还有一位，我们再来，好不好？来准备一下，三、二、一。哎，好的，哎，这一位，啊，这位，他的名字很贴心，多多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好吗？谭剑刺最爱小炭火。哎，没错。谭剑刺最爱小炭火，那这一位呢，我们也恭喜我们这位小炭火啊，也是获得了免单机会，赶紧去下单哦，各位。好了，那恭喜上我们微信的朋友啊，可以将你们的付款订单截图、手机号，哎，收件地址发送给我们的这个在线客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再次恭喜各位，没有中奖不要紧，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的惊喜福利等待各位了。好了，那现在一会儿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实验的小环节、我们会带大家来更多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速视猫爪刷它的一个里边的一些科技呀、啊、我们的黑科技还有我们的一些小心思在里边、所以这样吧，那我们请多多可以先稍作休息一下，是不是？好，我们多多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一会儿呢我们要一会儿见，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实验区、OK 好的，来，那我们让多多先休息一下啊，各位小炭火，刚才中奖的各位，恭喜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那稍后呢，我们一会儿就会给大家来说一说呢，那为什么我们的速视猫爪刷能够这么好的来帮助你们去呵护你们的口腔健康呢？当然，我们今天也是做了几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和我们的嘟嘟博士啊一起来做几个小实验。好，来看一下各位小炭火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多多说的啊？多多没有，多多一会儿还会回来啊，一会儿还要回来。啊，没有再见啊，大家都很着急啊，多多你怎么走了？没关系，马上多多就要回来。好了，让多多休息一下下，就一下下啊。好的，来，各位宝宝们有没有这个下订单的啊？特别是刚才
刚才已经抽中奖的各位宝宝们啊，也是一定要下单，然后呢将你们的订单、你们的手机号码还有你们的收货地址，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客服好吗？发送到客服，好的，哎。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来了。好了，那一会儿呢，我们在最后哦，嘟嘟还要来签名我们的这个七夕的浪漫的定制礼盒，所以呢，各位不要走开，嘟嘟会给大家送上我们的这个五份礼盒，今天都是在我们的直播间要给各位送出的啊，都是有嘟嘟的亲笔签名。好的，我看一下各位啊，马上回来哦。嘟嘟马上就要回来，所以大家稍等一下。那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区。实验区给大家来进行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还有宝宝在我们的弹幕当中打出嘟嘟同款猫爪刷，一会儿我们还会有中奖这个抽奖环节等待各位。好，既然都这样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和嘟嘟一起一步到我们的实验小课堂，好不好？给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小实验当中。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走到我们的实验区。哎呀，多多，我觉得你今天戴这个眼镜特别有这种博士的感觉，正在做实验，对，做实验的感觉。一会儿我觉得我们应该穿个白大褂。那既然我们没有白大褂，那我们就戴上白手套。好，来，多多，来，我们戴下手套。真的是很正式的实验。对，我们这个实验呢，有一定的危险性啊。对，然后大家看我们实验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多多拿起小本子记一记啊，我们这个。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要点啊，告诉大家怎么样。哎，我们往这边一点，是不是？往这边一点啊，我们不偏台。大家一定要在大人的陪同下观看啊。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看一下我们是这一轮的科学小实验啊。好了，那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叫做猫系浪漫研究员多多跟我们完成几个跟这个浪漫值有关的实验。好，我们请多多你看一下这些东西，一会儿我们的实验将会很复杂，感觉到了。对，我会跟带领多多一起来讲解一下我们的实验。好了，那我们每五分钟都会在直播间发放我们的超级福袋，然后我会抽取两位粉丝啊，获得一台 W2 的微笑冲牙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好了，那下面呢，哎，多多啊，还真有一种猫系男友的这个反差感，我觉得一到工作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严谨和认真，你觉得自己感觉怎么样？现在。我现在已经不是猫系了，实验系。对。好的，那下面我们要进行第一项测试，就是关于猫系男友的体贴。哎，我们看到这只猫爪爪都能看到这里，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个猫爪爪静静地躺在水里。哎，它不是很安静哦，它有这个气泡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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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也就是我们为了展现我们猫爪爪强大的这个防水性能，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猫爪爪这样，我们请多多可以帮我们把猫爪爪拿出来吗？好。哎，小心一点。这个水是正常的水吗？你猜。它是不是？感受一下。没事，你戴了手套，这手套有很多的功能，防毒、防氧化、防强酸、防强碱。怎么样？来，当自带 BGM。当好，那我们这个要擦一下，来，我们用纸巾擦一下，好不好？我帮多多来擦一下啊。那为了感受它的这个强大的防水能力，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一只猫爪爪，它刚才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就已经在里面一直浸泡了七夕49天，对，已经大火熬煮了。好，那我们现在请多多来感受一下，它现在是不是还可以正常使用？好，见证我们给镜头一个特写，来这边怎么样，正常使用了没？有没有在哇，那水在不停的往外扑，哎，天哪，震动的这个频率真是很高。还有不停的，还有别的档位模式，怎么样？哇，四种模式有没有问题？对，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通过。哎，等会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测验的，就多多手上这一只被泡完七夕49天猫爪刷，它连上充电器还能不能正常充电呢？哎，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充电宝啊，这个充电宝平时就是我们平时日常带出门的很方便的这种充电宝。来，它的这个接头是一个 Type C 接头，哎，多多可以打开，好，我帮你打开这个后面的这个盖儿啊，来，多多你来充一下，来，哎，它可以放，就这样，不，来，我们可以给镜头一个特写。哎，我们的这个充电灯已经亮了，就说明，哎，
它还可以正常充电，对，没有影响它的充电。哎，我想问一下多多，你平时你给它充电，你会用它专门的这个充电器，还是充电这个线，还是用充电宝？有没有试过？都试过呀，嗯，因为我目前还没充过电，还没充，好像是啊。那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小巧思就是我们可以用你平时用的这种充电宝啊，自带这种充电线就可以啊，就很方便，随时随地在外都是可以给它充电的。哎，好了，那就说明我们通过了啊，也就是我们的速式电动牙刷呢，它是一个 IPX 八级的防水，全机身防水，而且呢是随意冲洗都没有问题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既然是科学实验，当然我们讲究这个科学的这个检验报告，有证明啊。对，有证明给大家，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啊非常高级啊 IPX 八的一个级的防水。好了，那这个实验我们是通过啊，通过。好，那下一个测试的实验叫做猫系男友的懂你测试。那速式的设计里面呢，一直是以用户为中心呢，做到比用户更加懂自己。所以呢，请多多帮我们把桌上这个猫爪刷先拿起来。哎，这个好。那我知道啊，我们有的时候等会下一只，这只先让它在旁边先待一会儿。这里还有一只猫爪刷，是多多很喜欢的绿色啊。绿色。你平时把它放在台子上的时候，如果可能是画在壁上比较多，有时候我们平时用其他的电动牙刷的话，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台子上，你拿起来你都会有什么感觉？比如旁边好多瓶瓶罐罐哦，就会，哎呀。我就强迫症了，我就必须要他摆这里，就必须要摆在这里。哎，如果然后马上上班了就迟到，哎呀，就因为就不行。有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啊，比如说我家里面有这么一打，哎呀，倒了，哎呀，倒了，完了，哎呀，这个就啪啪啪滚到地上去了，直接就亏大发了。对，这么一瓶很贵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为了帮大家解决这样的问题，打翻其他的物品。那我们速式呢，比其他的品牌先做到了这一步，就是用壁挂消毒一体的电动牙刷，就替大家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消毒盒采用的是壁挂式的，可以让我们小户型的宝宝们的洗漱台井然有序，也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细菌交叉的感染。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设计。还有一点，还有一点，让你干燥的墙壁上多了一抹色彩。哎，对，这个颜色也很好看，是不是？就觉得家里面突然觉得，哎，很好看，有这样的一个小装饰，对，而且就不会觉得很突兀。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一个很走心的一个设计了。好，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口腔卫生。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懂你实验了。好，那我们下面还有什么实验啊？一会儿给大家来感受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一个特别。一直以来都很困扰的问题，就以前我在没有接触到那个速式电动牙刷的时候，我也用电动牙刷，但是呢，我就是放在台面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反正我是经常要清洗，一个是这里对，这里会脏掉，会很脏，它就你因为你很少会发现到这里的问题嘛，对，然后一个是这里，哎，对，这个地方，对，然后刷头就不用说了，所以说有时现在挂了以后，我觉得就不用再担心你会碰到一些。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污垢。哎，所以就是我们速式真的是做到的很走心哈，为大家来切实的考虑你们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历到的一些麻烦和问题。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下一个实验啊，和多多一起为大家来展现我们速式猫爪刷自带紫外线消毒盒的强大消灭菌的功能。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上有个什么贝壳，对。然后呢，一会儿的它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对不对？那我们这里还有个普通的牙刷给多多准备了啊。然后我现在呢要用它蘸一些这个桌面上的这个荧光粉，这样我们请多多用这个蘸了荧光粉的牙刷在我们的贝壳上刷一下，它像是我们的牙齿一样，你可以稍微刷一下，模拟刷牙。模拟刷牙？哎，模拟，平时怎么刷的？那平时我是这么刷的。哎，你这个刷牙的这个姿势，这个动作很规范。哎，是的，我专门练过。哎，我刷牙非常简单。好，那多多现在已经模拟完毕。哎，现在宝宝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贝壳就是我们的牙齿。那现在我要用紫外线光来照射它，看看它有什么样的反应。哦，是什么实验？来，我们看一下，你看到没有什么？有没有些斑斑点点在上面？是啊。哎，我们这各位直播间的宝宝们，能不能看到？有一些斑斑点点在上面。哎，这个呢，就是多多使用的这牙刷，是我们模拟就是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牙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牙刷有的时候呢就会沾染一些细菌啊，
啊一些细菌，这是细菌啊。对，我们模拟它是细菌粘在上面，所以你刷牙的时候就会把细菌刷到我们整个牙齿上面，都会有这样的斑斑点点。天哪！所以真的是很不健康的啊，很不健康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沾染了这么多的细菌，就会如果进行刷牙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接触到我们的牙齿，那最后进入口腔就很不卫生。那平时大家还是要注意这点，长期如果这样刷牙确实会不觉得一说有点好，那所以宿舍呢设计这款壁挂消毒盒的初衷就是为大家来帮助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健康问题，然后它自带了这样的一个UVC 的灭菌舱，那可以呢它的采用的波长是在270到280之间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个紫外线的一个杀菌的一个效果，可以看到，在270到280，它达到一个峰值，也就是它的杀菌效果是最好的。那同时呢，那我们的将猫爪刷放置于消毒盒中间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开启这个清洁消毒模式，而且是全方位的包裹式的消毒，5分钟。消毒率可达99.9啊！我们有证书，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只要放置5分钟就可以了。那我突然有一些，它就会有99.9。新奇的想法。嗯。那平常是不是也可以放点别的进去消毒消毒？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啊。是不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小东西，你想要消毒，是吧？什么？像耳钉啊，耳钉，对不对？这个也会有细菌的，对。谭博士果然厉害啊！好的，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平时呢，我们用的时候哈，就把这个消毒盒，消毒盒打开，给大家演示一下用法。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猫爪刷放进去，关上，它里面的紫外线灯就开始了，就开始消毒了，所以真的是很健康。好了，那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实验。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也是跟这个紫外线有关的，因为大家想知道我们这个消毒灯哦，它到底能够怎么样有效的来消毒呢？来，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两个模拟的这个紫外线感应卡，紫外线到底有多厉害？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来，我们看一下啊，那我们现在有两张这个紫外线卡，我们看一下近距离和远距离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它贴近到我们的这个盒子当中，它是很近距离的。来，我这边有一个紫外线灯。那现在有个紫外线的感应卡，因为这个比较危险，就不让多多拿了我的。会变黑，会被晒黑。对，有可能低了一点。好，我们打开它，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角度，我们照亮一下，它在慢慢的变紫，对不对？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好，差不多10秒钟，我关掉。看到它这个效果是不是？那这个是没有被照射的，这个是被照射的，看一下。它变紫了，对不对？而这个紫大家可以记得，它是这种淡紫色，慢慢的好像就开始消退了。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消毒盒，它是可以近距离7毫米的一个距离照射它。哦。我们大概停留个10秒钟左右。哦，它是这个原理。然后我们拿掉。哇塞！你看一下，这个紫色是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的这个紫外线真的是可以。强烈的来杀掉我们的这个菌菌，你要玩一下吗？小心一点，很危险。好的，所以可以看到它这个功力所在，对不对？你刚才是很近距离的，对，它就可以看到这个紫色非常明显，它非常深的一个颜色。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紫外线，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它的厉害所在。好了，那下面呢，我们下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清洁能力，就是猫性男友的男友力测试。好，这个测试很有意思哦，那就是咱们的猫爪刷这个强大的清洁能力到底怎样。那下面呢，我要和多多来一个小 PK， 看看谁更有男友力。好，那这样你觉得你会赢吗？这个要输了那就没有面子了，就没有面子。好的，那这样老规矩，那你赢的话呢，我们实验之后给大家再抽一轮免单福利，怎么样？好，好不好？好，来，各位赶紧给多多来鼓鼓劲，加油，好不好？好了，那我就开始了啊。好，那我们不仅是蛮力啊，我们这个要对这个力道有这样的一个控制能力。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送上这个小鹌鹑蛋。鹌鹑蛋，多多晚上晚饭没吃吧？这是生的还是熟的？好，开个玩笑啊。好的，生的小心一点，别把它打破了。好的，那这样吧，我们请工作人员，我们这里已经拿到了这个牙刷啊。那我用普通的牙刷，然后呢，多多用猫爪刷，我们来试一下，在30秒之内，谁能把这个鹌鹑蛋上面的这个表皮
清理得更干净。你应该小时候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吧？没有。今天第一次是不是？长大来可以玩安全带的表皮，来，这样我拿这个，嘟嘟你用它。这个。然后我们一会儿用30秒的时间，好吗？来，这样需要蘸水吗？可以，我们蘸一点吧，模仿我们这个刷牙，浴室刷牙的这个感觉啊。可以不用太用劲啊，因为它这个可能比较脆弱。好，来，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计时好吗？准备。想五分钟用哪一种模式？平时喜欢用哪种模式？第一种吧。第一种吧，好。来，3、2、1，开始。温柔一点。这一轮我要赢，我要赢，我不能输。哇，多多这个电动牙刷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比我这个手。鹌鹑蛋表面真的有这种东西的？哎，对，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没有发现过？没有。哎，我为什么刷到这么久，它都没有什么反应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蛮有肌肉的。好的，我手都酸了。这个鹌鹑蛋真的是蛮难清理的啊、哦。来，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的那个手，10秒钟，10、9、8、7、6、5、4、3、2、1。哎呀，我发现好停，我发现我的鹌鹑蛋都会被我刷破了，我还没有什么反应哎。啊，你的这个都被它染黑嘞！天哪！啊，我觉得来，我们给画面一个特写好不好？我和多多的最后的这个杰作，男友力大比拼，看来显然是在下输了。这个太厉害了吧？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清洁力真的是非常棒哈，因为它有一个每分钟38400次的这样的一个震动频率，所以感觉你就是刷手有没有什么费力的感觉呢？没有啊，就是正常刷。我来洗一下，我发现我的鹌鹑蛋完全它都没有掉，对不对？而且你的好白啊！这！你把它打破了吗？没有，这好白是不是？我这个就是一个满口大黄牙的感觉，是不是？是不是很明显？我的天！哎，所以男友力大比拼，多多赢了这一局啊！好的，那清洁力多多猫爪刷完胜。好了，当然我们的猫系男友他不仅有这个男友力爆棚的这一面，他其实还有温柔的一面。所以这一轮呢，来多多，我们来换一下好不好？我们要感受他猫系男友的这个温柔测试。我之前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素食猫爪刷他自研的这个果冻刷头和敏感软毛刷头，所以下面就要和多多来测试一下它到底有多舒适。所以想问一下多多，你平时都会喜欢用哪个刷头啊？两种。我一般是早上用那个软毛的，晚上睡觉用那个清洁，就早上可能这个牙龈会比较敏感一点。对。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开始新一轮的测试哈。那这一轮呢，我们就要靠它了，哎，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猫爪刷它的这个软毛刷头呢，是用了这个泰国敏感刷毛，超级柔软。那我这样不会伤害到牙龈，现在呢，我就要用它的这个软毛刷头给大家来换一个头，好吧？好。来，刚才用的是果冻刷头啊，这下给大家先换一个我们这个软毛刷头。那这样，那我们要看一下，现在我们用刷头刷果冻。因为我们都知道果冻那个表皮是这个很柔软的嘛，而且是很这个脆弱的，看一下会不会伤害到它的考验啊，它的这个表面。所以那多多你选哪一个？要不你我用这个软毛，然后你用这个普通的试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一会儿呢，我们一起，然后呢来刷这个果冻的表面，看看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来3、2、1，开始，就用你平时刷牙的感觉刷就好了。你平时都这么刷的是不是？就正常刷，正常刷呀，果冻已经破碎。好的，男友力它也有温柔的一面。看我的现在这个刷头，它在清洁我们的，看我的一点都没有被破坏。你的果冻马上都可以变成果冻泥了。我是可以果酱。果酱。好的，是不是对比特别的强烈？来，我们好停止，给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看到镜头？所以就普通牙刷这个果冻表皮已经受损的非常的严重，那我们的猫爪清洁的这个还是完好无损的，所以就敏感的各位宝宝们也可以放心的使用啊。像比如说像跟多多平时一样啊，早上的时候如果牙龈比较敏感，可以用我们这个软毛刷头，那真的是非常的柔软哦。好了，那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它都是游刃有余哈。好了，那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果冻刷头，它还有什么？感觉怎么样？是跟平时早上用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一会儿呢，给大家要说一下我们的果冻刷头，它的亮点在哪里？就在它的这个背面啊，它是有这个独特的软胶触点，它可以刷舌苔啊，一刷两用，使用起来非常的柔软和 Q 弹。
来，对不对？可以摸一下它这个果冻刷头的感觉。这个我有用的，这个刷舌苔的这个。对，刷舌苔它非常的柔软，很舒服。那这样我们有个小实验，就是它碰到你的牙壁上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多多，你闭着眼睛，我一会儿用这个软毛，这个果冻刷头和我们这个平时用的这个一般的牙刷碰撞一下我们的这个牙龈、牙齿。你听一下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好。好，你先听第一个啊，闭上，闭上眼睛。好，第一个。第二个，你听一下哪个是我们的果冻刷头？那应该是这个吧？这个，来，睁开眼睛看一下，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的果冻刷头，所以能感受到它这个碰撞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来，大家有没有听到刚才的声音啊？好的，真的是它对于我们的牙齿的呵护是非常好的。好了，那既然这样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呢，多多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这样挑战，那我们多多是不是？下面要干嘛？下面要给福利了吧？给福利啊！多多一直惦记着给我们的小三伙们送福利哈。那我们这样吧，我们送福利，我们就先回到我们的直播区，一会儿给大家再来整一波福利，好吗？好的。好，来，我们下下手套，我们来到我们的直播区，来，多多这边，来。回到我们的直播区，好，下面呢就要给我们的各位小炭火送福利了啊。好，那在这一轮福利之前呢，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下单优惠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购买日常价359的单支猫爪刷，可以享受到只需要279支可以带回家的直播间专属福利，而且呢还赠送宝宝们24个口腔护理周边加绿发带啊明星小卡套。如果购买双支猫爪刷的宝宝们啊，下单只需要538就可以到手，而且平均每支到手的价格只有269，而且我们的赠品也是双倍赠送，还额外送两支果冻刷头啊，是不是超级划算？好，那接下来大家抓紧下单啊，赶紧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环节。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这一轮给大家直播间，我们马上又要发红包，对不对？马上要发红包了啊！我们这一轮就非常厉害啊，多多一会儿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还是抽5位直播间的粉丝送出我们的这个免单大奖，好吗？鼓掌！哇，鼓掌！感谢多多刚才完成了我们这个实验啊，我们这个谭博士完成实验，下面就开始给大家发我们这个免单大奖。好了，那这一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轮给大家打出什么呢？好，我们今天还是这一轮给大家打出我们的直播间主题，多多同款猫爪刷。哎，各位已经开始了，对不对？他们好快呀，来。多多同款猫爪刷，一会儿我们还是抽5位幸运的粉丝宝宝送出我们的免单福利来各位。好，但我看大家现在都已经带灯牌了啊，那我就不反复让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了。来，多多，我们配合一下好不好？来，来，准备，3、2、1，走。好，走你来，我们看一下啊，大家的这个 OK， 这里有2位啊，这里有2位，我先吹一下，来。我们请多多帮我们念一下他的 ID。谭烤味的大麦，谭西菲尔。哇，恭喜恭喜2位幸运的粉丝宝宝！好，这是我们的前2位啊，我们还有3位，各位抓紧时间继续多多同款猫爪刷，不要停，准备3、2、1，走。走，好，看一下我们这一轮。好，我看到了3位幸运的小伙伴，来，请多多帮我们念一下他的 ID。小醋坛子，哎，好，弹走晦气，多多和我，哎，在一个被窝，怎么样，多多愿意吗？哎呀，这个突然觉得有一点蛮暖心的哦，就冬天在一个被窝应该是蛮暖的。对。好，一会儿私聊，一会儿私聊。好了，恭喜了我们的5位朋友，感谢你们的参与。那中奖的小李德，还是想看看那个跟多多在一个被窝。好，来，各位，不管你跟不跟多多在一个被窝啊，刚才中奖的5位幸运的小伙伴，找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发送你们的付款订单，然后呢，手机号啊，邮寄地址啊，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送出这一份惊喜的免单大奖哈。好了，那多多作为今天的我们的浪漫研究员，那最后其实我们大家小炭火们，包括我自己啊。都想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多多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一段浪漫的歌曲？来一段的时候，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要干嘛了，所以你是有备而来的，对不对？
我作为代言人，对吧？嗯。有这个义务。义务。是吧？嗯、我要献歌，是吧？献歌一首。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我想到一首非常浪漫和告白的歌曲啊、哦。它非常贴合我们非常浪漫非常告白猫在一起享受浪漫的主题。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喜欢这样跟着你啊，随便你带我到哪里。可以，没问题。怎么样？可以，有求必应。你有准备这首歌吗？不用准备。中华小曲库。哎，对，好来，那要准备一下吗？可以，可以，好，嗯，不，直接来吧。来啊，预备，我还沉浸在那个 ID 里。晚上回去慢慢想。太过分了。刚说的爱迪米，我就唱这句话，还有点怪怪的。赶紧，你是给时间给大家录屏，对不对？赶紧录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也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幸福的命，咯哒哒哒哒。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哇，好听！你是不是刚才还想那个 ID， 所以想了连歌词都忘了？没没没没好好听，对不对？哦，这有没有录屏啊？我们是给你准备了歌词，就没有看。哦、没有，多多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大家有没有有没有录屏？赶紧回去每天听，好不好？好，那双击点赞，赶紧刷起来。其实我知道还有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也叫《喜欢》啊。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将《喜欢你》贯彻到底，好不好？我发现了。素食真的喜欢搞浪漫，对，搞浪漫，所以就七夕嘛，迎合这个主题嘛、嗯、所以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嗯、那要不要多多捏卡巴我们这个粤语版的也唱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点双重甜蜜暴击好吗？没问题。嗯，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哇，来掌声送给多多，真的是好好听，太幸福了吧！今天没想到在直播间有这么大的一个福利给主持人，没有各位。啊，我们的小炭火们，大家是不是都很幸福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哈？好，非常感谢多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福利惊喜啊，陪我们度过一个超级浪漫的夜晚。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日常小浪漫能够治愈大家。嗯、那这样吧，我们最后就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嗯，小请求啊，嗯，就是多多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小炭火们最近很想了解像多多的一些啊 TMI 小日常，有没有这种？是我现在发现我有点不太了解什么 TMI 小日常。TMI 小日常呢，就是我们的小炭火们非常想了解的，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啊，我今天这里长了一颗小痘痘，啊，我今天这里出了一点这个，就是我今天这个牙齿被这个啊我们素食猫咬到刷牙以后，牙齿这边很舒服啊，比如说。一些这种小小的一些小点滴，小点滴，就突然心里面会有一些小触动啊什么的，哦、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很能疗愈大家这种？很能疗愈大家的，不疗愈也可以，就是小日常、哦、跟你有关的就可以。跟我有关的，我今天，哎呀，能说吗？可以，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今天怎么了？演了一场自己很满意的戏。哎，能不能稍微就是形容一下？等播出看吧。哦，你在套路我们。对。怎么个满意法？就是演到大家都很满意，反正。嗯，具体我得把这个关子要卖一卖，然后让大家稍微期待一下。
这个嘟嘟的这个 TMI 小日常，就说了仿佛又没有说，但是又觉得好像这个后面会有一些信息量很多，对对对，感觉这个信息量很大，所以各位小探伙们想要了解今天嘟嘟的这个 TMI 小日常，记录一下我们今天7月22号今天嘟嘟在这里分享的后续是有什么样的惊喜，嘟嘟也会跟我们解答的，对不对？对对对。好，等播出再说。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呢，其实今天素食也给嘟嘟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啊，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拿一下。哇！哦，你看一下，好，你要不要拿一下？这样我你先拿一下，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是什么哦。嗯，这个是按照你跟素食合作的一个造型，手工捏的一个粘土小人。然后呢，你看还有这小猫咪，是那只猫，猫是男友，嗯，对。哇，还有什么？还有小炭火的。小炭火，对不对？它背后还有这个代言活动的主题代言词啊，代表素食送给多多，希望多多在啊之后的演艺路上继续发光发热，小炭火会一直陪着你，素食也会一直支持你。要不要？好暖心。拿着这个跟我们镜头，可以来几张这个合影，好不好？哇，素食真的喜欢搞浪漫，我发现。对，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收到这样的礼物，素食应该。是个那种浪漫制造机，浪漫制造机就是那种应该经常撩素食肯定本身也是个猫系男友，我觉得对对对吧，嗯，对，嗯，就有被撩到的感觉，有被撩到，有被撩到好的，那也祝福多多，希望在之后能够会更加的就是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然后有这么多爱你的人一直陪着你，是，好的，来，谢谢，那我们这样我们就把保管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谢谢。OK， 好，那这样，多多，你还记不记得刚才在我们直播之前说过了，就是你答应我们要给我们签名礼盒。嗯，哦，对。对，给小探伙们留下这个准备啊。那这样，我们是在直播间就先签一个，好不好？是吧？来，我们这边有一个签名笔。好，我们就先签一个吧。那多多，我们就先签这一个，好不好？嗯，好，那签礼盒可以也行。嗯。那我们就签这个，我们先拿，然后到时候送给小炭火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套在这个盒子外面。好的，来，多多先帮我们签一个。那一会儿呢，多多在下直播的时候呢，会给我们再另外签四个，所以我们一共会有5个啊多多签名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礼盒。哇，这个画得太好看了，我都不知道该签在哪里合适。选一个地方。你们觉得签哪里好？签这里好，这里好还是？各位小炭火可以告诉我们，想要多多签哪里？好的。我就签在这儿吧。这里是吧，这里有点小空白的地方，嗯，可以签一下，嗯，啊，好想拿，对不对？给大家来说一下，想拿到它，一会儿我们稍后在直播间会给大家送出我们一共是5份啊多多亲笔签名的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定制七夕定制礼盒，有没有看到？哎，多多要不要在这里写一个送给我的小炭火，哦，对，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走心，也是我们素食想给大家传达的这种七夕的浪漫，想收到多多这份礼盒吗？一会儿赶紧参加我们的抽奖好吗？好的，哇，谢谢多多，谢谢啊，好的，小探伙们，谁能拿到，我们一会儿见分晓。好的 ，OK， 好，那我们这个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来保管一下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送上我们今天最后一波福利啊，这一次要考大家今天晚上有没有认真听讲啊？刚才其实我们和多多聊了很多关于我们这次素食猫爪刷，嗯，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小的这个，哎，它的功能啊，它的黑科技在哪里啊？嗯，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给大家送出的这个福利叫什么呢？啊，我们要送出的是两套福利啊，分别有什么？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分别有第三粉色七夕啊，多多亲笔签名礼盒，这个是啊，这个我们在那边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礼盒，在这里。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复古吹风机七夕礼盒，哦，啊，哎，我用的就是这一款，啊，我用的是一个绿色的，很好看的复古吹风机七夕礼盒。好，来，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 S 5剃须刀七夕礼盒，真的，一家人安排的这个特别明明白明白，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多够不够重磅？我们送2套，也就是我们抽2位送出这么多啊，是我们素食和多多送给大家的七夕礼物。谢谢，啊，谢谢。那我们这个先考验大家吧，就是我们这个考验其实不难啊，请大家说一下，嗯，就是我们这一次刚刚给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我们素食猫爪刷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还有什么样一些优点，大家可以来夸一夸素食，这个对啊，是你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哈，啊，它比如说什么自动灭菌啊，什么壁挂呀，啊，放水，果冻刷头啊，什么萌宠主题啊，对对对，嗯，往这个方向猜就好了。大家
随便说一下它的一个优点，对对对，都可以、啊。什么半年冲一次啊？对，半年冲一次啊，动刷头啊，是不是？对对对。啊，各种主题啊什么的，所以大家现在赶紧在我们的这个弹幕当中。哎，刚才多多也给你们放了那么多水了，现在大家赶紧在我们弹幕当中来打出你们觉得我们苏氏猫爪刷它的一些优点在哪里啊、嗯、可以夸一夸。好，我看一下啊，还在说多多同款猫爪刷，哎呦，有说啊，紫外线啊、哦、有灭菌，灭菌啊，对的，有刷牙刷舌苔，还有包括防水、嗯、啊，你们都好厉害，是防水，哎，对，你们都好厉害。这样多多，那我们就开始吧，开始抽两份大礼给大家好吗？来，就逮着一个优点狂说，狂刷起来就可以了。来，三二一，好，一定要是我们有粉丝灯牌的哦，有粉丝灯牌的哦。好，我看到了两位啊，我给他们刷一下。好，第一位叫做，很直白啊，我爱檀健次，直白就是最好的、嗯、好，他的这个他写的是果冻刷头，嗯，非常棒。 好，下一位叫做丽瑟瑟，好，恭喜，他的这个优点写的是壁挂，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嗯、对对对对对啊壁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毒盒，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他的亮点、嗯、好，我们恭喜以上两位粉丝宝宝，我爱檀健次和丽瑟瑟，恭喜两位哈，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然后会啊跟他联系，给到你们的这个啊订单，连刮胡刀都有了、啊、对，白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手机号，还有这个收件地址啊，一定要给清楚啊、嗯、好，在这里呢，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小汤，我们各位粉丝宝宝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们大家聊了这么多，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多多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还有这么多啊、好听的歌声啊，包括还有我们收集了那么多的一些表情包、嗯、后面都可以用上了、嗯、好了，那当然我们这个时间其实今天多多已经给大家就是分享了太多了，本来原定的时间现在都已经就舍不得走了、啊、很开心过得很愉快对，那这样多多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的小炭火说呢、嗯、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那就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啊，每天都和我猫在一起享受浪漫，然后也继续支持苏氏，继续支持健次，然后谢谢大家，我们猫在一起每一天。哇，真的说得好好哦，啊，非常感谢多多今晚的陪伴，当然我们也是期待美好的祝福也送给多多，希望有了苏氏的陪伴，有了我们小炭火的陪伴、啊、我们希望多多呢在之后呢也是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嗯、注意休息哦，谢谢，对，不要太累、嗯、当然也期待我们多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哎来送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好的多多、嗯、好，那我们再次非常感谢多多，那我们请多多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喽，谢谢谢谢，感谢多多，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谢谢。